是真正爱上一个人，总是让我太过分身。爱上一个人，如何才能得一百分？给我个眼神就可以美梦成真。 Hello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TF 家族帅哥发型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帅哥发型屋。嗨嗨嗨！欢迎大家来到 TF 家族帅哥发型屋。好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来的都是帅哥，都是帅哥，对。我们是 VIP 高级发型师。我是人，他是儿，介绍完毕。对。然后就带来了这些高级的仪器，对，我们一一为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呢是我们新款研发的 VR 眼镜，它呢不仅可以在你做头发的时候为你带来舒适的 VIP 舒适体验，光感，高科技质感体验。这个呢，哎呦，补水用的，补水用的，对，里面是我们新提取的纳米科技，纳米科技。让你返回童颜。这个呢是搅拌器。这个是这个我耳机。耳机，对对对，高科技耳机。耳机它也可以按摩，就这样，然后也可以这样，但是我头太大了，戴不进去。这个是离子枪。离子枪就是可以帮助你激光的那种，可以帮助你生发、去屑、去痘、去油都可以。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啥，长得这两个是组合 VIP Z6 款发胶，这是毛巾，这两个是橡皮擦，看起来像橡皮擦，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发蜡。剩下的想必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糖果、巧克力、黑巧克力、白巧克力。现在就有一些帅哥，就差一个帅哥是谁呢？猜一下，你觉得是谁？我觉得有可能是张俊豪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孟之成。张俊豪是谁啊？孟成做儿子。张俊豪不是我孙儿吗？现在就有请我们真正的帅哥来到现场，看才艺。欢迎光临，帅哥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爆炸头。Yes sir。好梦想。首先，洗头，你要水洗还是水洗？水洗。没水，停水了，那就干洗吧。干洗。怎么干洗？反复干了你的头。来吧，来。不要动哈，不要动哈。这个洗发水滴在你脸上，你不是说干洗吗？对呀、啊，那怎么还你不懂干洗怎么洗的吗？你不是说没水吗？这不是水啊，这液体。行吧，来吧，不要吝啬。真帅，看多爆炸。来给他按摩。你干嘛呀，痛？你用手按摩，我用这个按摩。好的，忘了一件事情，头发有点多。没办法，头发多。还不好洗。快一点啊！你们这什么服务呀？满意吗？我不累。满意吗，先生？你们洗太慢了，洗快点。洗快点啊！啊。洗好了吗？还没洗。需要我帮你去油吗？洗好了吗？我可以，我推荐这瓶。不用。去油离子喷雾。不要998，只要9.9。可以了。
擦个头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进行下一步，吹干头发。还用吹吗？需要啊。可以。你们不干洗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去痘去油。来，你来弄，我来吹。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一款高潜离子喷雾，对，不要8800，只要880，还不用包邮，给您打个九折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步，按摩。这一款是我们新型的 VR 眼镜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试一下，带你体验真正的痛感。你要颈椎按摩吗？需要。多少档的？最大档的。最大。好。这个太紧了。试一下。你要多大档的？还要多点。我等你带我进去。关闭加热。你要多少档？不是，你调大一点。系统全部启动，启动。还有这一个。哇，这个怎么还摇一摇？这个。给你调到5档，加不加热，先生？不用。好的，哦，舒服。先生，你需要疏通身心吗？不用。我们可以陪你聊天吗？没事，帮你疏通一下身心。顺心，畅。时间总是那么的短暂。现在我们机器按摩时间就到了，人工按摩。还有人工。你需要按摩哪些地方？头皮、肩膀。头皮 3 2 1，瞧你这肌肉鹅蛋似的，只需要搅拌器来搅一搅。哇，非凡之人，堪比我的1/2。就你呢？下一个环节呢，就开始造型了。我要抱上头。好，你说的啊。先洗个头。你们不是洗了吗？抱上。先给你来点。抱上头，我知道啊。这个怎么用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做不放都没问题。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教过我一招，这么多。教。来一个爆弹商店吗？可以，我喜欢。可以。强力定型发胶。哎，这个。这个不用了，这个。我觉得，你想，你要保持你良好的发型，就在那里。看，每下都是一点点，合起来就是一点点。哦。你要蓬松点的还是蓬松点的？蓬松一点，蓬松一点好，那就全部给我喷上。蓬松，喷。先生，我们遇到一个致命的难题，你可能会忍受一段时间。来点去油。先生，我突然帮你想到了一个很帅的发型。先生，您的头不要动，我的手已经进去。太多了，没办法。从他的微表情中看出了他的高兴。棒！坐上了，哇，新的自己，太帅！不错不错，张俊豪都没你这么帅。张俊豪是谁？他配有他帅吗？他不配。我头发好硬。对啊，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。先生，你自己要做爆炸头。爆炸头就得这种 fashion。真好看，你要脏辫是吧？看，装好了吗？好，辫子。好，完美。还有这个，就等定型了，先生。
绝美造型。好了，好，就这一个，就这个话题。哇哇，太帅了！哇哇，这是我们做出来的杰作吗？帅哥，我们再问一遍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所以呢，今天作画环节就到此为止。也满意吗？满意，给五星；不满意，也得给五星。我给零星。我们店里面。他也第一天就来了一位大帅哥大靓仔，所以呢，作为纪念呢，我们要合照这位帅哥合张影，可以留念。方便吗？真的，我们要照你的后面，后面才是精髓。来，我们先来张正脸。哎，不错，先生满意吗？怎么样？我们需要得到您的先生的授权。对，我们将把这张照片挂在我们的店里，来做个宣传。您看如何呀？怎么样？怎么？你们什么诚意啊？啊？我只是想再帮你按摩按摩。对呀、啊，你愿意吗？我的肖像权我不说了算，我不干。啊，不干呢？不干也得干。说怎么办？先生没有回答，那就相当于他默认了啊，默认了，默认了，谢谢。这次我们帅哥发型屋圆满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如果您支持我们的话，还可以再来我们的店铺，欢迎下次光临，记得五星好评，谢谢。五星哦。好的，走。经理，你们的东西。请问一下，对这次发型屋满意吗？满意，非常满意。有什么需要提出建议吗？建议呢？没什么，都挺好的。那你还愿意第二次来这里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他们做的头发太失败了。你不是刚刚说很满意吗？我只是给他们面子。拜拜。Seen the world, done it all, had my cake now. Diamonds, brilliant, and billion now. Hot summer nights, mid July, when you and I were forever wild. The crazy days, city lights, the way you'd play.